在伊皮亚晒这么美的脚，一定不是没有公德心，而是要避免香港脚，对吧？最近台湾大雨不断，就有医生发现不少人因为鞋袜进水闷出香港脚，更有网友在抱怨公社po文说，有两名女子坐在沙发上，其中一人竟脱鞋踩在桌上，疑似把脚晒干，差点就要晒成咸鱼干啦。